谢谢月光下的脆皮筋儿。先来个全套的。我这塔姆刀刀暴击呀、啊，小也没办法，这最大了。法爆，谢谢我爱人温柔又体贴的妞妞妞。谢谢温柔又体贴的六六六。先来一个狗头人。就要降临了，我要播种恐惧。哎呀，塔姆应该卖了，买个皎月好了。这要是来个皎月天选，咱就可以玩了。卖了这个皎月，买这个皎月怎么样？谢谢未来可期。谢谢未来可期。谢谢 Patano。 升啊，我操，升不上去呀，这咋没升呢？完了，升一半了。哎呀，这多难受。哎，不得不得，下波不直接升了吗？对吧？啊，对，下波直接升了啊！对，下波直接升了，给我吸血鬼天选，为啥没天选呢？谢谢露露冲雅 QAQ， 谢谢梦中的紫霞，谢谢梦中的紫霞，露露冲雅 QAQ。这样式的吧。这能不能赢啊？这咋没有天选呢？我想要个派克，能不能赢一把给我？小赢一把可以不？这老些狗头人呢？三千神，哎，给个减速，漂亮！这积木被减速了 ，nice。好，我们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一轮的抽奖了。生命无息，战斗不止。谢谢莫西。来。怎么不要？要啊，这干啥不要啊？这前期分女天选老猛了，这分女，分女天选特别猛。谢谢人太嘴还硬的荧光棒。谢谢人太嘴还硬的荧光棒，一二三四。我看啊。谢谢这个不是猴哥。一二三四五。谢谢 Chris 一凡哥哥。一程吧，一会儿给分女换了。嗯，七银口把分女给换了就行了，没关系。谢谢嘎嘎一二三四六。还有四十秒开奖啊！谢谢诸葛钢蛋啊！我接个电话，你自己喂。啊，还有三十秒开奖，二十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兄弟们过个二星任务吧，最后差一百，差一百，给装备了，上吧，给一轮。绝不动摇。
给你们来把满血刺金吧，怎么样？啊？谢谢蓝天汉女婿的飞机儿，还有六秒、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。谢谢晚生的小石，谢谢小石，感谢 JS。可以啊。感谢 JS 的飞机儿。来把大剑吧，大剑没有就锁着点，肯定是有了这大剑，拿个大剑，先拿个滑板鞋，你们说刀锋的装备难刀锋啊，要无尽呢还是要巨杀呢？都要无尽巨杀配春哥呗。一会儿如果女神之泪实在是用不了的话，就合正义之手可以啊。好像是要饮血，不要饮血，防装给这莫干辣。谢谢火力讷鱼王，没事，应该是随便赢。我这两星分女老猛了，我这两星分女，我这两星分女的前面就是无敌，就是无敌，都不掉血，看着没？这两星分女可以让所有的人不掉血，两星分女有没有要满血吃鸡送火箭的？有没有？现在赶紧报名，别一会儿我满血吃鸡了你就不送火箭了。敢不敢狂妄一波？敢不敢？刚一堆呢，这老鞋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老鞋一会儿啊，别的我就没看见了。蓝烈汉卓亲爸爸，说话得算算话啊！蓝烈汉卓亲爸爸，要是满血了，我们吃鸡了，你要没送火箭，从今以后啊，进直播间我就给你封了，随便给，能给什么就给什么，可以。别给大棒就行，其他的随便给。先给巨杀吧。来个二星猴。吃不了办卡出少了吧，那不行。
没有对手。啊，已经被禁言了，为啥被禁言了呀？他也没干啥呀，禁多少时间呀？1月30，禁了一天啊，这为啥要禁言呢？这都有俺们这牌儿的，这为什么给禁了呢？这都很正常啊，很正常，因为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小伙子，注意一点。哼，这样会不会猛一点？2222，算了，还是422吧。满血吃不了咋办？那吃不了就吃不了呗，满血没吃了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你们说这四神使不要哪个英雄？是不要吸血鬼，还是不要狗头人？如果有神使天选的话。不要狗头，不要狗头。以我的质量，以我的质量，还有我们的阵容级别来讲，满血吃个鸡儿，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。这家伙，这是谁家的三星大树啊？三星大树也没用，他也打不过我。这轮我们拿魔抗啊，大剑全套都没有，锁着甲也没有，只能拿大腰带，那我拿个麦杆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整？行吧，那拿个麦杆蜡吧。鬼叔喝早了吧？喝早了，那咋整啊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先抱大棒再喝呗，无所谓嘛。哎呦我这哥们俩刀锋，我感觉我得针对他站一手位了，我们得针对他站手位了。这刀锋往右边点，很快这儿就什么都不会剩下。刀锋直接往右边点，一个
一个那什么，一个缴械，缴械这么老些人，盖伦往前点，万嘎拉站中间，猴往这边靠点 ，OK。分军就往后边一站，五级两个刀锋，这是很正常。还有五级仨刀锋的呢，这都正常。云顶之弈的，云顶之弈的概率那都是屁，概率只有50%。运气游戏，这儿挡住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来了个小刀锋，我可以拉吧。我拉八吧，但我拉八会不会输一把呀？我是要满血吃鸡的人呢。我们吃鸡肯定是随便吃了，就是拉不拉八。魔抗可以，别给大棒，给了一把大棒，拉吧，给个大棒子。再合一个吧，不行，再合一个呗。再合一个不就完事了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给无尽，哎呀，复活甲可以要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给莫嘎拉和反甲，没事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看下波吧，不和无尽也行。我们莫嘎拉 C 一样的，莫嘎拉 U， 这些秘术一会儿再说吧。我看看这秘术，秘术小猫可以拿一个。这小子怎么还碰不着他呢？快点的，让我碰碰他。刀锋把那火蓝给我切了。快点碰一碰这小子，赶紧把这小子给我杀了。这都是第二名被我写入，你自己想吧。啊，第二名被我写入，你想一想我们的阵容，你想一想我这把满血刺金有没有问题，你想一想。而且我们没有同行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件恐怖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同行。你们说吧，我要没满血刺金我干啥都行，我这吃粑粑都行。哎呦我天哪，左下角还给我来个妮蔻，这个阿卡丽有点厉害啊。
咱刚才还没定好呢啊，咱们刚才还没定好呢啊，我说都行，但咱还没定呢啊，咱还没定呢，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啊，算了吧，这既然我们这个都结束了，那就算了，好吧啊，那就算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这阿卡丽挺烦人的，我没反甲呀，哎呦我操，他成型成的有点快呀，这家伙。这可是有点烦人了呀，这咋整啊，我再拿个莫甘娜呀，我再拿个莫甘娜吧呢，上边又亏钱又亏经济，挺难受啊。打完鸡我们大地把分女儿卖了，青羽无尽配巨杀怎么样，有搞头没，我觉得有搞头，你们觉得呢，有没有搞头，有搞头，咱也不用什么非得要防装，就干呗，虚区装就虚区呗，谁怕谁呀，我现在93滴血算不算满血刺激，那没办法的，运气不行，碰个傻子，那整个四颗的玛卡丽火炮无尽蓝 buff 操了，那怎么整，真是没办法，没这没个整，真没办法，真是，但是后没整。上老头子吧。算了，还是上猴吧，没东西上啊，这分女卖了算屁，那算了吧，那我就不满血吃鸡了，我们就运营吧，那就掉点血就掉点血吧，嗯，那就运营一波行不行，哎真难呐，想满血吃鸡就得玩那种前期强中期强后期强的阵容，并且啊，天选之人前期就能用，这样式的。哎呦我操！宗师刀妹能用吗，可以用哎，四神四御剑差个分女儿，四神四御剑两宗师两秘两天神，泰坦给了吧，日炎就不给了，绝活乌鸦鬼叔，乌鸦现在不能给鬼叔啊，啊乌鸦现在不能给鬼叔啊，
可以给呀。乌鸦自带纵声。啊，那也可以。你觉得不能给啊？那我卸了呗呢？我给卸了呗，我重铸一手吧。春哥，给了他妈个破饮血剑，我操了！给男刀，那没法卸了，拉倒吧。那刀锋就这么地儿吧。无尽青雨配巨杀挺猛的，其实。无处可藏。我觉得俺们可以集合一波，啊，吸血鬼搁这儿集合一手。我给你吧，你没什么用的了，这是装备拆解器，用不了。运气吃劲儿，我们三星刀锋、三星女刀、三星莫干辣、两星老头、两星乌鸦，游戏结束，行不行？这把就游戏结束。这把主要是有个人啊，挺烦人，真的有个人挺烦人的。这把主要有个小的呢，那个小破刺客啊，小破刺客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小刺客给我气坏了。这波拿个乌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啥拿的，离子火花，蓝 buff。离子火花，来个离子火花，呀，应该给刀锋的，其实都差不了太多，无所谓了，随便给吧，反正给什么都吃劲儿，随便给吧。现在我们就在想到底是大地啊，还是升级在大地，他们都没多少血了，但是人剩的比较多，五个人还剩五个人。升级大地，升级在大地，钱容易不够，知道吗？我们一轮基本上带走一个，把刀妹卖了呀？为啥要卖刀妹啊？大地吧，啊，大地吧。麻烦去哪儿，我就跟到哪。必须的，生必不可少。莫干辣差几个？莫干辣，阿卡丽怎么不使劲儿呢？嗯，使劲儿啊！怎么不使劲儿呢？我操你猴子，就是你这个逼是吧？给我掉血了。还剩一个小的。行吧，咱们不如动手吧。大地吧，这不大地，他人没了。要刀锋莫干辣哈。先拿个莫干辣。莫干辣差几个呀？差三个莫干辣。来三个莫干辣，
聚聚。没了。升。漫天飞雨。这黄子行啊，他家的黄子，黄子挺猛的，但是还是没什么用啊。因为我的麦干辣有龙爪，拿下。版本答案就跟以前的那个御剑仙其实差不了太多。版本答案，小伙子。